3年了，大家好久不见呐、啊。是啊，好几年了，你气色越来越好了哦，不像我、啊，天天加班，累得跟狗一样了。快说一下你怎么保养的、啊，就你保养最好，皮肤最嫩滑。保养这个话题就大了，我说太多话你们记不住，我就说最重要的一条，怎么延缓衰老？那这个我知道啊，人家说什么喝葡萄酒。葡萄酒我也知道啊，但是像我们每天领的这么一点点工资，怎么可能喝得起啊？好吧，别说我不教你们，我这里有一个方法，你按照上面去做，自己酿葡萄酒就可以了。自己酿？怎么酿？不会有事吗？当然不会有事啊，怎么可能有事呢？你看我就没事啊，我来之前都喝了两杯，不挺好的？真的假的？真的啊。你自己酿的？嗯。你问话而家佢嘅朋友圈咧，大多数人都喺度分享紧如何去自制葡萄酒以及成品嘅分享。咁佢自己咧都相当想去尝试一下自制葡萄酒，但系又惊会唔安全，所以就向我哋嘅节目组求助啦。咁到底自制葡萄酒会唔会存在乜嘢风险嘅咧？有听过。我想问你自己屋企有冇酿过啲葡萄酒啊？好少。你身边嘅？我阿妈有酿。你阿妈有酿？系啊，有，我们楼上都有人酿葡萄酒。唔知从几时开始？葡萄酒就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多重的保健功效奉摸于讲究养生之道的中国人当中。娱乐圈入面还有不少明星是斥巨资去海外购买酒庄，一来为了满足自己的酒瘾，二来也都看中了葡萄酒的保健功效。根据网上的资料显示，葡萄酒蕴藏了多种的氨基酸、矿物质和维生素，这些物质都是人体必须补充和吸收的营养品。同时由于葡萄酒当中含有抗氧化剂，可以美容养颜抗衰老，特别受到女士们的青睐。咁当然啦，好嘢梗系唔平噶啦。呢啲都系啊？啊，呢度红酒之中系最平啦，138呢种。几钱啊？90。系啊。哦。呢个平啲，呢个200几啫。啊。呢个系最平90，最贵490。系啊。2500。2500。嗯，对。这个是这里最好的酒。我哋嘅调查原嚟到一啲普通嘅酒行随便行咗圈啫，发现价格最平嘅红酒都要90一支，而质量好啲嘅就要300以上，而号称最靓嘅葡萄酒，动辄可以高达2000一支。对于想长期保健美颜，无奈又囊中羞涩嘅人嚟讲，这个价格一啲都唔亲民啦。所以万能嘅老百姓就谂到咗一个完美嘅解决办法，就系自酿葡萄酒啦。咁到底呢啲自己酿制嘅葡萄酒会唔会存在健康风险呢？咁你有冇饮过啊？饮过啊，系啊。你敢唔敢饮？敢饮啊，系。自己酿嘅应该可以吧？因为如果自己酿，你肯定敢喝啦。唔惊佢有啲咩即系细菌或者安全问题嘅咩？未，好似之前上网听讲过，但系因为我饮好耐噶啦，几年前噶啦，系啊，所以当时系冇听讲过。而家如果自己酿嘅话，我觉得 OK 嘅，都冇问题嘅。就如果这样的话，葡萄都不要吃了，只能是葡萄不吃了。我而家手上拎住嘅呢一份咧，就系从网上下载落嚟嘅如何自制葡萄酒嘅教程。咁上面咧系非常之详细咁介绍咗自制葡萄酒所需要用到嘅工具以及原料。咁上面嘅步骤咧，亦都系清晰易懂易操作嘅。接下来调查员就要按照这份教程自己亲手酿制一支葡萄酒，然后再拿去检测一下它其中的成分，看看会不会存在健康风险。现在我们马上出去市场。老实我要10菩提子，有没有介绍啊？你要哪种？我都不懂看，不过我就是要拿来浸葡提子酒的，拿来浸葡萄酒。拿那只啦。攞嗰只，点解噶？嗰只靓嘛，甜唔甜噶？甜，包甜啊！可以拎嚟浸酒噶嘛？可以，浸酒最靓啊！啦呢啲啊，浸酒好靓啊！系啊，反正我都唔识，咁你又唔贵噶吧？唔贵。几钱斤啊？6俾你。6啊，咁好啦。咁你称10俾我啊？唔该。老细，唔该俾2冰糖，1一袋，然之后俾半斤面粉俾我，唔该。计一计买翻嚟嘅原材料价格咧，10葡萄63，2冰糖3，1面粉2，总共价格先系68，同酒行最平嘅一支葡萄酒相比咧，都系平咗足足30啊！难怪自酿葡萄酒有普及嘅优势啦。10葡萄可以制作出几多毫升嘅葡萄酒咧？自制嘅过程中会存在乜嘢健康隐患咧？嗱，唔好讲咁多，我哋做过先知道。
按照教程上面的清單，我們已經準備好所有的原材料了。首先就有10斤的菩提子和2斤的冰糖的。首先第一步，我們要將這個菩提子洗乾淨。可能有很多觀眾朋友就認為洗菩提子是一件非常之煩的事，因為它一粒一粒洗的時候又很容易粒，那應該怎麼洗呢？因為水洗提子實在麻煩，網上的教程就說只要將麵粉、水和一粒粒的菩提子同時放在個大缸那裡就可以了。之後就熬下個樽，等菩提子充分和入面的麵粉、水接觸到，等麵粉黏了上去菩提子上，就可以順便利用麵粉的黏性將菩提子上面的污糟嘢、爛塌嘢黏走了。网上神招面粉洗提子是不是真的洗得干净呢？调查员暂且就不追究，他继续按照教程将10斤的提子过水擎干，然后一粒粒地连皮带肉湿入大缸那里。好了，终于都将这10斤的菩提子全部搣水放进去这个密封间里面，真是劳动人民最光荣的。我们现在就将这个密封间的盖子就盖上它，然后密封24个小时，明天再回来放入冰糖。24小时之后，调查员开封大缸，这张就是我昨天辛辛苦苦搣出来的菩提子汁。我们现在就可以往里面加糖了。按照教程就说了，10斤的菩提子就要2斤的冰糖，我们首先就加入其中的一半，也就是1斤冰糖就可以了。将日前都不可以少的一斤冰糖放入缸那里，然后尽力将冰糖和葡萄搅匀。这个时候等这个冰糖葡萄放置5日，等于葡萄初步发酵的时候，再将另外一斤的冰糖放下去。我们现在就将它开封，打开个盖，然后将剩下的一斤冰糖继续放入去。好似我婆婆咧都有自制呢个葡萄酒啦，睇佢整嘅时候就真系唔系咁难，但系点解自己整嘅时候好似好辛苦，同埋个过程好漫长嘅咧？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要将个盖冚翻埋佢啦，做翻一个密封嘅状态。咁今次我哋就要等一个星期嘅时间啦。咁剩余嘅嘢你要交俾时间啦。一个礼拜之后，原本一粒粒嘅提子已经充分发酵。葡萄酒看下去已经成型了，调查员将大缸入面的酒过滤到另一个小缸那里，再密封储存多一个礼拜，想要品尝到美味佳肴，还要你的耐性才行的。估不到调查员一个四体不勤又五谷不分的人，居然都可以按照网上的教程酿造一支葡萄酒。那到底这种葡萄酒喝起身味道是怎样呢？几经辛苦，终于大功告成啦！睇下我嘅成果先，哇，真系好香啊！一打开个盖，一阵酒香扑鼻而嚟，调查员已经揿唔住佢嘅酒鬼性格，决定嗒翻啖先。我代表观众朋友嚟试一啖，我自制嘅呢个葡萄酒先，哇，仲有挂杯嘅效果啊！我谂唔到我第一次整咧可以有咁样嘅效果，我真系觉得我自己系天才。真的好好飲啊！生活調查團自制葡萄酒大功告成，售價只需998。998是講笑嘅啫，生活調查團點會輕易買一啲未經安全檢驗嘅食物呢？根據調查員嘅試飲報告，呢支自釀葡萄酒嘅顏色比市面上嘅葡萄酒要淺同埋鮮豔得多，飲起身嘅味道都比較甜，而葡萄味又好濃喎。但係單憑試味定論就唔夠嘅，咁到底佢係咪一支符合飲用標準嘅葡萄酒呢？都係等科學嘅數據嚟講下。哎，你们送来的那个自制的葡萄酒呢，菌落总数是95000个菌落每毫升，算很高的了，是超标了啊，是超标了啊。一杯自制葡萄酒居然含有95000个细菌，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饮用菌落标准。细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污糟嘢，当人体食了含有超标细菌的食物，轻则辐射，重则中毒，极度危害肠胃健康。
点解我哋屋企已经将葡萄洗干净，而且一切都系密封保存，仲会繁衍出咁巨量嘅细菌大军呢？葡萄酒酿制的话是要用葡萄汁，那么这个葡萄汁呢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东西，不止我们人爱吃，其实呢别的细菌也爱吃。所以在企业酿制的话呢，它或者是工厂酿制的话呢，它一般会通过一些严格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来控制它。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家庭自酿的话呢，没有这种条件，就很难达到这个控制的水平。比如说我们在采购的原料当中本身就有一些霉烂，含有别的细菌，那么我们的酿制的过程当中的器皿消毒不彻底，那么盛装的器皿也产生这种消毒不彻底的情况的话呢，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细菌繁殖。另外，在针对葡萄酒的饮用标准检测当中，实验员告诉我们，他们还在这杯自酿葡萄酒中检测到了偏高的甲醛。甲醛又称木醇或者木精，是无色有酒精气味，易挥发的液体。如果葡萄酒中的甲醛过高，是会对神经和眼产生危害，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失明。调查员对实验结果感到十分疑惑，为什么这些葡萄酒当中会有甲醛的呢？明明除了葡萄、冰糖和面粉之外，在自制过程中什么添加剂都没有，这些导致失明的甲醛到底从何而来呢？这个甲醛超标的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葡萄酒果实本身的组织结构，因为这个果实，葡萄酒的果实和果皮的话呢，它们主要的成分是这个果胶，那么这个酯化的果胶在这个葡萄酒本身的这个果胶酶的作用下，就很容易产生甲醛，这种甲醛的产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在工业化的生产当中的话呢，一般他们会加入一些外源的这个果胶酶，那么这种外源果胶酶存在的话呢，是不产生甲醛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家庭自酿的葡萄酒，我们在酿制的过程当中的话，这种甲醛的工艺过程是没办法控制的，比如说温度，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进行控制的。在工业化生产中，企业有严格的检测设备来监控甲醛的产生，但由于家庭酿造缺乏检测条件，酒入面的甲醛又不容易通过感官特征来分辨，因此自酿酒中即使甲醛含量过高也都难以察觉，这样就可能带来巨大的健康风险了。上年有一则新闻报道说，来自湖南的张生饮用自家酿造的葡萄酒而导致甲醛中毒入院，所以无论从酒的品质和安全性方面，自酿葡萄酒其实是没有太大优势的。虽然它颜色诱人，味道可口，不过由于专家都说在家中自制葡萄酒需要注意这么多的条件，还有它本身又存在这么多的健康风险，我们在中山的李敏小姐，你都要好好地跟朋友解释一下。如果想要喝葡萄酒去保健养颜的话，都是要去正规的门店买一些通过了 QS 质量认证的葡萄酒，如果不是可能喝了它们保健养颜不成，反而喝出很多健康问题。哎呀，我忽然间记得我头先好像都饮了一啖这些的自制葡萄酒的，为什么我忽然之间觉得我的肚子这么痛的？我不会舐嘢啩？导演快点送我医院啊！上一节我们跟大家调查了关于自制葡萄酒会不会存在什么健康风险的问题，根据专家解释，这个葡萄酒呢，无论是从它的品质抑或是安全性去考虑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的。所以如果电视机前面的你想通过饮葡萄酒去保健养颜的话呢，都是要去正规的门店买些通过了 QS 质量认证的葡萄酒。讲起这个饮酒保健呢，来自湛江的吴明先生也有问题要向我们求助，话困扰佢嘅系一件家传之宝。喂，老板，怎么？趁今年我爸妈不在，我爸有个传家宝，想不想看？什么传家宝？夜明珠、青花瓷。告诉你，你绝对喜欢。我爸藏了20年。什么呢？拿出来瞧瞧。见识一下。你猜是什么？瞧瞧吧，那我这什么？哎，这就是我爸藏了20年的好酒，老鼠泡的。我的天啊，好吓人！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小时候我踢球啊，弄伤了就是拿这个酒抹的。不过这也不是重点，他抹啊还
可以喝。嗯，你让它补什么的吗？补什么？补肾的。给我来点。我在网上听说，这个自己泡的酒，喝了容易中毒。怎么可能？这酒啊，我爸泡了20年，喝了20年，我都喝好几回了。我一年都不用去一回医院，你看我有病吗？有点。每到秋冬时节，就有好多市民喜欢在家自制药酒，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滋补保健以及是预防疾病。尤其在广东人的家庭，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认为放一支这样的药酒在家，简直起到了保家宅平安的作用。泡过都试浸有青梅啊之类的，绿鼠仔啊之类的，通常都是那些中药啊那些。蛇都有的，什么杞子啊那些那咯。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基本上每个人都见过自己浸药酒，大部分还喝过。用来浸泡药酒的除了有中药材之外，还有不少人会加入毒蛇、蝎子、老鼠仔等动物。而浸泡药酒用的酒就随个人喜好不同了，白酒、黄酒、米酒都各有人采用。关于自浸药酒的保健作用，有人认为可以强身健体，但都有街坊提到曾经有人因为饮用自浸药酒之后中毒的新闻事件。咁到底呢啲自浸药酒系有益定系有毒呢？检测下咪知道咯。调查员随机抽取咗一个小区，咁就想问街坊借屋企入面嘅药酒进行检测，点知咧频频俾人拒绝。后来终于遇到一位屋企藏有药酒嘅靓姐，佢大方咁样带住我哋去佢屋企取样啊！咁霍姐，啲酒喺边啊？哦，我你跟我嚟睇下。好好好，喺呢度。系啊。哇，咁多樽啊！仲有冇啊？有噶。仲有？系啊。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呢度加埋可能都有差唔多20樽咯。除咗呢度，我第二度仲有嘅。第二度仲有啊？可唔可以带我去睇下？随后街坊霍姐仲向我哋展示咗晒房入面嘅酒，大樽、中樽、细樽都有，塞满晒成间房嘅每个角落。前后加埋咧，霍姐屋企自制嘅将近30支药酒咁多。霍姐，你唔系专业卖酒噶系嘛？我公公就系浸嗰啲药材酒，我自细见佢就系浸呢啲嚟饮，所以我后屘等我即系出嚟工作啦，咁啊自己赚到钱啦。咁啊，見到有啲乜咧，我都會浸啲喺度。自制藥酒原來係霍姐一家嘅傳統。佢剛才所講嘅見到乜嘢就攞乜嘢嚟浸酒，並唔係吹水噶。嗱喺佢而家屋入邊咧，有浸咗1年嘅蜂擁酒，有浸咗2年嘅蛇酒，同埋浸咗10年嘅蝎子酒。就連剛出世嘅老鼠仔都攞嚟浸酒啊！啲老鼠仔嚟嘅老鼠仔。係啊，有一日咧就喺度。即係聽到啲老鼠聲就覺得好奇怪，咁我老豆咧就著埋啲水鞋就去打老鼠啦。我哋個個都跟埋去，跟埋去之後咧，一隻大嘅老鼠被打死咗之後咧，見到有幾隻眼蒙蒙未開眼嘅老鼠仔咁，依啲可遇不可求嘅，嗱嗱聲去樓下買咗支酒咪掉落去咯。霍正屋企所有嘅动物浸酒都系采取生浸嘅方式，咁亦即系动物仲生勾勾嗰阵咧，直接浸喺酒嗰度。除咗蛇虫鼠蚁浸酒以外，仲有一大缸大杂烩药材浸酒，同样令人震惊。呢缸酒汇集咗将近10多种嘅中药材，而浸泡时间咧系所有药酒中最长噶，系足足长达20年。我唔怪之得佢嘅酒嘅顏色啊，係啊，其實係深過其他好多㗎，其他都係少少淡黃，但呢個係接近黑色㗎。呢度將近30個唔同種類、五花八門嘅自製藥酒，都係霍姐自己親手製作嘅。調查員深深覺得，如果喺武俠小説《笑傲江湖》當中，霍姐咧一定就係嗰位傳説中嘅五毒教教主啦。當調查員從自己嘅幻想中清醒過嚟嗰陣，決定向霍姐借3種酒作為樣品，翻去做個安全檢測。咁我哋
頭先咧就喺霍姐嘅屋企咧借咗三種酒，一種咧就係浸咗兩年嘅蛇酒啦，咁一種咧就係浸咗十年嘅蠍子酒，同埋一種咧係浸咗二十年咁多嘅大雜烩嘅，有好多種藥材一齊浸嘅藥材酒。咁呢種喺自己屋企自製嘅藥酒，會唔會存在啲咩風險咧？同埋喺浸嘅過程中會唔會滲出啲咩有毒嘅物質咧？咁我哋而家即刻就去檢測機構檢測下啦。通过检测，在浸泡了二十年的中药材大杂烩药酒当中，竟然检出了 0.028 毫克每千克的乌头碱。不要看小这个剂量，专家告诉我们，如果连续服用三到四毫克的乌头碱就会致命。有些自制药酒呢，主要是因为市民不是 很清楚药材药性，比如说用那些制腹子、制穿乌、医疗风湿、骨痛那些，可能会加量比较大，会达到一个又有毒的濃度，以及那些動物類藥，比如蠍子啊、啲禽佢嗰啲啊，放量比較多咧，都可能會產生一啲毒副作用。之前有新聞報道話，黑龍江雙城市一個婦女打開酒缸想飲蛇酒，但係估唔到浸咗三個月嘅蛇仲係生勾勾，仲咬咗佢一啖。蛇都係生浸嘅。醫生話俾我哋知。市场售卖的成品蛇酒主要是将新鲜的蛇杀死，然后风干盘成圆圈放入酒里面浸泡成蛇酒。很多自制的蛇酒的人很喜欢用生浸法去浸蛇酒，普通市民百姓浸酒的酒樽口那里容易留有罅隙，一旦被蛇来有呼吸的空间，蛇就可能存活。无论从制作蛇酒的安全考虑，就是从酒质的安全考虑，都不建议你将成条生勾勾的毒蛇放在酒里面。藥酒一般來講，佢浸泡時間咧，如果我哋用嗰種熱浸法咧，一般都半年以上都可以飲噶啦。當然，一般來講三到五年，即係陳年老酒都可以。專家都建議話，如果係帶有治療目的嘅飲用藥酒，最好喺醫生嘅指導下進行選擇。其實關於藥酒有冇保健作用，醫學界到目前為止都未有一個明確嘅定論。但係出於對藥材嘅認知有限，以及家中自製酒嘅條件考慮，我哋都係唔建議大家去自製藥酒噶。因為如果調配不當嘅話咧，好容易會適得其反，飲咗損害身體之餘，乃至危及生命。所以喺呢度咧，我哋都要同湛江嘅吳明先生講，你得閒咧都要將你爸爸自製嘅嗰樽陳年二十年嘅藥酒咧拎去檢查一下，然之後諮詢一下醫生，再決定飲唔飲佢。咁好啦，今期節目時間到呢度都差唔多啦，下期同一時間你再見咯噃，拜拜。